掉了。是吗？没有检查看看啊。我看。哎，剪掉了，剪掉了，没有绑。为什么？不知道。你擦了？还没啊，要拿下来擦的那一种。哦。要擦。跟你说，我这个的真的很松，这个头真的很松。这个魔毯还有开，真是了不起。怎么在充电？看得出来吗？看不出来。我看一下，现在是很严重的没电啊。有一点。他又说他六发，好点哎！好，看看你左边，四发看不出来。我觉得还是为求发现。他开了吗？啊？他要开机了吗？开了，一分二十几，为求发现验证一次。因为我刚看他电池哦是亮灯的、啊。没有，现在什么都没有。有、嗯、吗？你得有了，现在才有。它都插着啊。它可能自动 off 比较没，自动 on 比较没有。我再看一次，看不出有没有电。我再看一次，没有，有，好，可以，再看一次，看不出来，万一没有的话嘞？我有我弄好了，那就录到它不能录为止。它只是三发，它之前不是六发。对，现在是要走去右边这么做吗？你说我转去啊？换羊太容易停了，不要冒险。啊？这个太容易停了，不要冒险，可以吗？对，我说要往右边走，是不是？对啊，还是干脆转一转。走蛮远的耶、欸、哎、欸、不是哎、欸、不对对要走蛮远的它不是下面它是上面因为我刚路过看到厕所超高兴的我觉得我们可能就会一直做这个，你知道为什么？为什么？因为这看起来离手边没有事。快吗？而且这边应该拉得回，拉得回上面那一条，拉不回去，拉得回去吗？好像拉不回去。但是上面有一个很切的路，就拉得回去，上去才知道。然后这里是蛮讨厌的地区。太累太累。脚力，不要用手力，手太累了。
坡度，我已经没有，我已经不能用脚使力好了，所以我今天也没办法去做蛮好。哦，是哦。变速，那个也没有变速，两个一样慢。但是我想说，这个应该不会有很多人坐怪了。哦，我这边暂停，准备拍照中。嗯，寄养家，我觉得他没有在动哎。对啊，他没有营业吧？上去的人会认识。那升到这三个柱子以后，我就可以拍到全部了吧？嗯。居然还有摩天轮跟游乐园。夏天赚点钱。光那个太阳离我们多远？啊？太阳离我们多远？几光年啊？秒，光秒，十光秒之类的吗？我不知道啊，光不是年的、啊，就是没有到年那么远。哦。这样能对着拍相机不会坏掉吗？如果大家都要来试一试啊，很硬的。没有，这应该没有很硬。因为这个坡度很小，我想要拍完整的。我就在想哪里才，好像我们并没有拉比较高，因为这个缆车也没有很高，那就下去来拍就可以了。我们刚是不是一直有变慢了？有吗？我不知道。那那个游乐设施，也是一个游乐设施的，看不到。雷神的。两根尖尖，这里恐怕就是最高点了吧？大概不会强迫我们往左边滑下去吧？可以往前跑吗？路路前面，哟，呵，青川驿，它有个车站，有个站。前面被挡住了，这个还能动吗？卡鲁嘎瓦，照横的好了。我们今天玩的山在那边，看到别人要下来了。你说什么？看到别人要下来了。那个是，我们不是就这些，我们应该都滑了吧？对啊，左最靠左边是，就是女子。
是左边那个叫男女子，然后右边是女子。OK。好。对，来预设一次要上车的时间。对，还是要刚刚好，就是这次滑下去，然后就去上车了。对，刚好。三点三十分。要去上对了车。那不就是那个很慢的那个吗？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今天你比我还想滑完，我只是想尿尿而已。在这里每次坐缆车，我都那个头盔都会敲到那个柱子一下，三次。我觉得应该还可以再坐一次。不要了，不要了，滑到那就好。滑到那我受够。你可以再坐，滑到你可以滑到缆车，然后坐上去。上去不要不要，用不着。滑那个绿线有好玩吗？也没有吧。嗯，快要动不了了。对啊。我就觉得，突然就翻过山头了，搞不清楚，终于搞清楚了，摩天轮在哪里？来看他们用钢鞭，有啊，钢鞭，这样很钢鞭吧，有啊。都没有，我觉得这种出来玩一天的，我都没有什么好好练习的。我刚也没有好好练习啊。不是刚，是今天，整天没有好好练习。我也没有整天好好练习。今天逛三展，站的比例比较高一点。我是重复两次以上之后，就说好吧，来练个什么。他也在认真练一个东西。嗯。把拳头放在稍微前面一点点，头微前弯，嗯，反正都是重心啦，嗯，然后手贴在那里，也许是为了避免那个什么扭动，嗯。
这个也在。这车真的动得好慢哦。那我们这还要再上一次厕所吗？不用了，不用了，就，就去超市，先倒小樽再说了。就已经会路过超市了，那就去啊。会路过是什么意思？沿路都是超市啊。沿路 ，Coop 啊什么的、啊。因为这次撒谎到小樽一路上啊，嗯，对啊，小妞妞好冷，还好我今天调完袜之后，我的小妞妞脚的都没有痛了，哦，幸好。冷。那你刚刚是走右边下？他说用线围起来，那就是整个可以从左边下来吧。嗯，有人作怪，恰恰，哦 ，begin 呢 ，cross， 就这样，对，利用路路，什么叫 begin 呢 ？cross。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左边？他收走了，他完全收走。是 beginner 的树林吗？哦，那要走这啊？不要。哦，你想试、啊？不是啊，利用无料，这是波浪啊！你要不要玩波浪、啊？你要吗？哦，要吗？好、哦，好，好，没什么动力。这第一个以后就可以了。那我跟在你后面了，你走吧。Thank you.
走来的时候我就有看到，它要关掉了。好，好，我们的车子有够远的。嗯，我车在左边，很后面。嗯。